掌声，非常好，他们清醒，我要报最佳新人了。贾英王，换一个名字去报，学铁不争。然后呢，那你要换什么名字？可能姓右会好一点，右光右，多一画，人左不平，好不好？谁要啊？你喜欢你的名字里有否定的字吗？那还好，有不这样子吗？哎，吕不韦。是不是？那又不是同一个字，管你嘞！打来打来唱的。好，那个今天一凡在台中啊，就是今天他们有说，他本来今天很想要来，然后有些人很过分啊，都会直接问我说，哎，一凡会来当特别来宾啊，不要再把我们弄在一块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我一直很喜欢他专辑的这首歌，然后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想要唱一个男生的版本。这首歌是他第一次，应该是他进录音室录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。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时候都会想要回头，当然这回头呢有包含很多种，譬如可能对过去的人事物的想念，可是有时候你不得不的时候还是要往前走。所以这首歌有你们会唱吗？会哦，那上来帮我唱。今天因为他演唱会有唱这个歌，他也有播，所以我今天想唱一个男生的版本。禁止回。